学学测已经考了咯，啊，这大学的这招生联合会啊，今年讲要第一届啊，来公布了去年第一阶段一挂科系因精选入学，这科目因上低级的分数，讲要给这考生做一下参考。第一届学测考完了，所以就是精选第一阶段就要升高学测的成绩。过去联招会见各科系排名问题拢无公布成绩，考生个人考不管系有过做判断，可能会造成造成错误，影响到入学的环境。所以大学招生联合会今年第一遍公布，去年第一阶段各科系科目的上届积分，后礼拜公布。那以往没这样做，很多坊间的一些会有一些资讯出来。他可能会误导了学生，那可能就让学生在选择上会有高估然后低就的问题。有分数的参考，考生会当更加精准地选择自己要读的学校。不过第二阶段，考生自己就要资料准备好。去年推进正二代代单同学就讲，这就自传证照加成果作品，一定要尽量传好照。我自己想申请的科系的，就第二阶段的内容啊，看是要准备笔试还是准备口试之类的，都要看一下，然后找学长姐的考古题。面谈还蛮火的，就有一些老师他会问你，就是你要怎么应用你的知识啊，有一些是真的就是问你读的科系的专业科目。升学辅导专家讲，资料那些当凸显自己的特色，吸引到评审的注意，就算成功一半了。所谓的备审资料，其实它主要就是要有吸引人的特性。那这种东西当然不要堆到说过完年再做，会比较赶。现在可以把共同的部分，虽然将来要申请的科系可能不止一个，可是共同的部分不会变，可以把这利用过年的时间把这件东西做好。大学学测的成绩单伫咧二月二十要寄，因为今年大学的精选入学的名额比去年加了差不多八千个名额，所以联招会建议考生爱积极申请。把握着这么相关的机会，用早来做准备，提前做好准备。来看这扣税问题啊，讲即马财政部正在研究，看是要哪来扣这奢侈税啊，就是这好业人税啊。讲除了之前所来讲过这好业人的这大金厝以外，讲即马要针对排气量超过3000cc的这车，加这重型的机车，加私人的飞机，讲有哪要拍算来提关这汇率啊，这个啊。国家有哪地方讲，安尼应该会当让这社会更加公平。一台卡袂着就爱上千万新台币的高级的轿车，真侪人是爱看这代表地位甲财富。不过以后除了20%到30%的进口关税，也过25%的税务税以外，若是要一台高级的进口车，也过加纳一条税，就是财政部正伫咧今年要扣的奢侈税。除了高级的厨艺馆，包括3000cc 以上的高级的汽车、500cc 以上的重型机车，一个私人飞机、游艇，都会透过提关货物税加牌照税方式来加税。主要的目标也就是在不要有太多这种过度的炫耀性的消费的行为嘛。从那个所得分配的公平的角度来看，你有比较多的所得，你有比较高的消费能力，而且超高的，那么这个承担比较高的税负，也是符合公平的一个原则的。学者认为，正如是高级厝、汽机车，也个飞机、游艇，即个拢有正明确的所有权登记，也个介绍的认定标准，所以扣税其实无困难。顶多是到了第二阶段，可能会加珠宝、表啊、金啊这三个项目来扣税，就容易产生争议。不管你是用人头也好，我们总而言之，我们就对于那个持有人的课税，那么这个部分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困难，但是在价值认定上面是吧，会有一些出入了。政府要扣奢侈税，目的是咧落实做税公平。也毋过各项奢侈品的扣税方式，一个细节，一个一寡困难度，财政部也搁伫咧研究，相信到年底会提出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当这美国已经宣布讲，未来对咱台湾有这军机。武器的这个销售，有哪引起了这中国强烈反弹时阵，有哪传出讲，第27号，咱的海军那亲像有发现这中国的这唱水港，伫咱这做野外海消息，对着这件代志，海军是无愿意来加讲。不过，两位因认为讲，这海军这方面其实爱加强这训练加装备。高雄中央附近的海域传出疑似有中国唱水艇入侵的事件，在1月27号透早11点，海军在进行海沙反潜操演的时阵，有军舰伫咧中央外内海西南方24海里的所在，发现一个水下目标，怀疑是步兵攻击的唱水艇。
所有参与操演的船舰甲帆船机马上来进行监控，到暗时差不多六点的时阵来失去接收。不过消息曝光的第一时间，1月31号下晡5点左右，面对着媒体询问，海军是无愿意进行。对，我们不做那个评论。是是是，那就说过去像这种状况的话，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嘛。过去不管是海峡，不管是水面上或者水下，任何一个舰体或者目标，我们都会依照我们的战演训的一个要求，我们会做这种严密的监控。我军系李伟认为，唱水艇刺探军情是定位的代志，但是这正是正讲是中国的唱水艇，安尼海军的反潜能力可能搁爱搁加强，并且伫个这两岸关系是愈来愈好的时阵，安尼动作嘛爱大家来注意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那就代表国军的这个反潜的能量有问题，要检讨。在中国大陆对台政策里面不应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他在经济、ECFA 各方面都在对台湾释出善意，这个时候搞个潜舰来，不是又是威责、武吓威责吗？另外，李伟是要求海军爱把规个事件讲好清楚。沉船还是中国潜艇啊？要向国人交代清楚，毕竟。如果是真的是中国潜艇的话，人家都开到门口来了，那我们还不知道警觉的话，那未来台湾的国防啊会被缴械。第二，林伟龙认为，在中国唱水艇随时有可能来封锁台湾四周海域的状况之下，咱更加应该来加强反潜武器，以加强反制中国唱水艇的战力。记者张志勇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